火车过站都无等啦，时间嘛无等啦，所以大家要快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来符合人民的期待。现在已经进入政党的协商，我们就不要再回到原点，两党就要拿出新的方式，大家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党协商还有时间讨论方式吗？主席，本周还有机会见面吗？本周还有机会跟柯，你还需要剪头吗？等下跟侯友宜会有什么要讲的话吗？要讲什么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是哪一台的？我怎么没有看过你？因为我刚来中天。哦，那你以前跑哪一线？现在还坚持全民调吗？啊？现在还坚持全民调吗？郭台铭，我跟下午。是星期五。侯友宜是不是有跟你说可以跟他们聊天？最后一天了。你跟第二次跟侯友宜密会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说韩国瑜或柯震东都比他强？奇怪，就是。那有媒体人爆出你那一天，你有跟他讲这句话吗？今天有没有特别想跟谁说？因为刚刚换位置换七次。啊？换位置就这样换，实在是啊，有几个人在换，随便。就是他们就说，就是这个锅一定要跟你们做嘛。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做，然后当官不能拍。没有啦，没有方案换。椅子要被换走了。被换走了。第八次哦。怎么用？对啊，第八次。你看，没有了，方白的，这妙方压力太大了，是。刚刚听说是，就是他来了，郭董的位置来了。我觉得跟郭董做的话会比较自在一点吗？比跟侯友宜都一样的，都一样的，怪老气啊！哪来给你记啊？那个掌声鼓励，欢迎我们接下来还会再见吗？接下来还会再跟，明天会开一起开记者会吗？大家要给他一个位置坐。不好意思，我们让郭董坐。对，大家要让一下。还会有政党协商吗？还会跟你说起谈吗？小心。你先起来了，等一下。声音可以吗？可以。对，就第八次调位置。对，第八次调位置。对，像第八次换位置的话，真的不要急。台湾人民免于恐惧的害怕，这是身为总统候选人必须要做的事。所以谈到你感谢我的拜访，将就各地台湾人民平安，那么传算的总统的人也希望大家用这个精神，大家团结，大家真社会团结，台湾所有人的力量，无分你家话，无分族群，无分颜色，在中华民国的旗帜底下，台湾这个土地，大家建设会向前行。所以，我讲句话，咱来顾佛祖，嘛爱顾生命，再来顾八道。本来蒋万师长是坐我坐这个位置，那蒋万师长让我坐那个位置，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你今天是主位。
不过这个谢谢郭董事长，你帮我哈化解了，你称我台北市的市长。其实新北、台北都是一家人，台湾都是一家人。位置在哪里？最重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这什么都无做啊，就把家己的角色做好好。未来我也期待，不管谁当总统，谁当哪一个位置，大家都是为了台湾好。我们心存善念，自然水到渠成，四方圆满。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侯市长为我们祝福。再来，让我们邀请。我个人呢、啊，我觉得说，作为一个台湾人哦，如果有机会都去走一次妈祖绕境，因为可以感受到台湾人民的善良。所以很多这种平常奇奇怪怪的事情哦，你在妈祖绕境的时候，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会真正去感受到台湾最底层的生命跟台湾人民的善良。再来，让我们邀请我们的公庙代表。首先，让我们邀请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谢掌声鼓励。好，请你贵宾我们稍微一点。是刚刚是不愿意换到侯友宜旁边吗？没有换，我来已经换七次位置，换第八次，然后再叫换第九次，我就抓狂了。来，小心小心。你刚刚有跟黄女说不要换吗？我们连保下。小心小心小心，来快一点，赶快赶快。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